你又不丑又不胖。你们别说我又不丑啦。你们这样说我就煮。谢谢离我远一点，谢谢离我远一点的两个小画家，谢谢离我远一点你的山水初逢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之前有见到过，就是那种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当时那个跟我说你又不丑的那个人，还是我的一个员工，你知道吧？他不仅说了这句名言，你又不丑，他还说过一句名言，就是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戴了眼镜，然后第二次见他我没有戴眼镜，然后呢他说哎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戴眼镜啊，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没戴啊，我戴的隐形眼镜啊，然后我就问他你觉得戴眼镜好看还是不戴眼镜好看，他说戴眼镜好看。然后我当时就尬在那里，怎么回答？你觉得都挺好看的呀，都挺好看的呀，对不对？直接说出来干嘛？都好看啊，肯定是，都好看啊，不一样的风格。当然不能说实话呀。万一他真的觉得我不丑呢？还用觉得吗？我本来就不丑，好吗？虽然我长得不是很好看，但是我不是长得说特别漂亮的那种人，但是我真正我的五官是很正的，好吗？我是真的不丑，我又不丑，不是在夸我哎，兄弟们，他只是在说一个事实。谁说我丑了？本来就不丑，我五官端正的很好吧？笑死！